8月16日，早饭苏面包，午饭酸汤饺子，晚饭东哥胃口不佳，胃食送了消食片，需继续观察。臭小子，没事记这么多琐事干嘛？这算是在练笔吗？内务总管给东哥送了两块好段子，留心练两招武力，可给东哥做件披风。跑到我房间来睡，还嫌我烦人？你这么睡着了，着凉了怎么办？哎，一边玩去，一边玩去。玩？好啊。我玩啊，玩啊，好玩吗？好不好？哎呀，你那么爱睡觉，来，到床上睡吧。哎呀，不睡了，不睡了，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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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真是的，把我的书都翻出来了。看我东西被发现了，不好意思了吧？谁偷看你东西了？我就是无聊到你这儿找本书看。再说了，我刚刚睡着了，什么都没看见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葛呆说你找我有事儿。啊？什么事儿？嗯，其实吧，也没什么事儿。就是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就尽管说吧。是不是又闯祸了？不是，胡说，我能闯什么祸？那你是缺什么吗？哎呀，不是，我什么都不缺。不过我倒是觉得你是不是缺点什么呀？我啊，就是吧，你是不是该娶个妻子了？啊，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。你想我娶妻？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，而是吧，你看你现在也长大了，可是到目前为止，你现在还是那个，哎呀，皇太极，你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？你到底是真的清心寡欲呢，还是说能让你那个的根本就不是女人？说的这么直白的，我也是担心你啊。哎呦，怎么办啊，东哥？啊？什么怎么办？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呢。难道你？你一定要帮我。只有你能帮我了。
好好好好，我肯定会帮你的，你不要担心啊，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帮你的啊。但是你得说实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对女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，只有你例外。啊！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杜克，你一定要帮我。嗯，我肯定会帮你的。哪里骗你了？你还装？你明明就是在耍我！你耍我！你耍我！你耍我！难道你不喜欢我亲你吗？难道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？是，二哥不也是？你跟戴珊不一样。